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亿万大赢家》，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世明，为你做现场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今天呢、受到美国股市昨天大涨500多点，那么几乎啊，这个汇半也涨了3点几%，那么以至于啊，今天开了一个三高盘，它会收最高，哦，那么最高是12.16260，哦，那么。贵买的部分呢也是非常的强，啊，我昨天有跟你讲，这里一定要先站上5日线，没有想到它比我想象中还强，不仅站上五日线，也同时站上的月线之上。那么将来这个五日线已经翻阳了，月线再翻阳，就形成一个终极反弹。终极反弹先看季线，季线目前在15965，大概17000点这里，哦，那么指数空间呢，空间还不小，哦，那当然要美股要不跌才可以。其实你假如说你只要注意很多信息来看的话，哦，很多信息它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。我举个简单例子告诉你，我们大家一直在注意的就是美元指数。美元指数，我常常跟大家讲过嘛，美元指数。当到103，我跟你讲说103以上都是高点的了，现在在走回头路。你看从一月份到这里的这一天最高点的时候是5月12号，这一天最高点几乎台股都是跌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看是都是跌的比较多啊。可是从5月12号以后就开始打底，你看我们可以把这个打5月12号有没有，刚好是最低点15616。美元指数最高的时候就是我们指数最低，很准吧？5月12号有没有看到？所以这里我们要紧盯美元指数嘛，美元贬值，台币升值，外资比较不会把钱汇出去，哦，前波段都是美元在升值，所以外资一直卖一直卖，从年初卖到现在几乎卖了8000亿有了吧？从去年前年开始卖，卖了将近2兆了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台股被他卖这样子了，难怪不容易涨啊。但是个股是不同的，哦，时空环境位阶不同，所以以至于不同的结果出来，哦。那么，乌俄战争是延续的，会延续下去。他已经摆明了，俄罗斯他就要占乌东跟乌南这一块，其他他不会去。跟你理你了，林俊基吉就出来讲了，啊，你挂不挂割地给人家就没事了嘛。可是这个仗只要一直打下去，两方都不好了，尤其是西方的这个德，这个欧洲啊，跟非洲这些会很惨，会产生粮食缺乏的问题。好，黑海把你围起来，不让你出口，那你这个乌克兰哦，这样一拖哦。打得越久，你死得越多了，哦，绝对不是好事，哦，所以啊，这个会慢慢的淡化。那再来就是通货膨胀，通货膨胀就是升息嘛。最坏情况就是6月、7月升完，下半年不会再升了。所以打击通货膨胀的方法很多，包括降税，就是他们的关税，美国的关税要降。所以这个环境来看是比较渐渐有利多头，不利空头。我讲这个就是从去，我在18575的时候告诉你什么？根据我的波浪理论，那边是高点呢，你要懂得闪，果然不其然跌3000点，你看多么残酷的3000点！你要知道这个残酷的3000点，多少的股票是腰斩呢？我等一下拿给你看哦。那么贵买贵买，今天比较昨天比较多，今天已经转强。今天又转得非常的强，达涨到3.37，哦，两个差不多，跟上市的差不多，哦，那你就要选择股票来买啊。像昨天大跌啊，昨天大跌我买股票，我新会员带进买进就是这个护顶，买进8261。我说啊，这个是除息嘛，昨天除息嘛，
除夕嘛，所以除夕它是118除夕的嘛，对，六块钱嘛，那我买113.5啊，啊今天是116.5啊，啊就赚三块啊，三块老师三块你也在讲，股票能够赚三块就不简单了呢。我昨天还买一档股票，就是这一档叫做中沙1560突破新高，1560这一档股票现在目前是涨停板，看到没？是涨停板，昨天才买的，昨天才买的，现在是涨停板。好，中沙，好，中沙突破新高，买进。好，昨天上影线这么长哦，你怎么敢买？哦，中沙买进，来，我拿给大家看，中沙，早上的9点就开始买 ，VIP 会员先进场139。5月26号礼拜四，我昨天买了套牢嘞。昨天我买了套牢嘞，昨天收盘139嘞。你看，我买141的啊，142的这，我会员哦，老师怎么又套牢了？我说你放心，这一档我有把握哦。今天果不其然的拿到了涨停板，我们今天恭贺会员涨停板。现在我在这边已经来不及了。前天加入的一个会员，一个会员啊，他都有买国外的基金，他上个礼拜就跟我讲，我跟他讲说，国外基金你美元指数会美元会贬值，你赶快哦把它换掉，他把钱汇来台湾。我昨天就在那买这一支，昨天买了两只股票，一只叫做中沙，一只叫做富鼎，都是好股票，对不对？那创意我有讲过了嘛。我红高571块已经减码了一半了嘛，对不对？3443，因为它涨太快，而且涨太多嘛。哦啊，我卖掉，我不是说我很厉害，我卖掉就跌，我还卖一半而已呢。我赚120，27%，指数在这边打底的时候，我就赚1%了呢，27%了呢。啊，这种股票本来就是把赚的钱要拿出来啊，对不对？要把赚的钱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你看我。我卖我都公开的讲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卖我都公开的讲，鸿海半导体布局的护顶，除息买，除息6块钱，会天息，对不对？我从五月初的时候就告诉你，到现在我买108块参加除息6块钱，平均成本102，现在多少？好牛！啊，这个哦，这个8261，对不起，8261，快要今天要天息的啦，今天要天息的啦，现在投资朋友要天息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这也是我们特别会员的股票，真的要天息了。昨天我新加入的一般会员，我跟他讲，你资金较多的，你就买这一档股票会天息。果不其然，天息。这种就是昨天那种，你敢买，你就会赚。同志一样，同志，我底下就跟大家介绍到，后来我就因为这一档股票还是我们持续持有的 VIP 持有买进，5月24号再加码买进3552，今天出现大量，我不建议你去追。它不会像中沙一样，中沙是好股票啊。那另外就马光，这种就是我说这个是 W 底要完成，是4139，它每天涨，天天涨啊，连三红了啊，它是打底的嘛，打底将来就是喷出嘛，打底就是喷出啊，对，不然打底干嘛？这种股票是买在没有量的时候，它你看没有量，这边出量嘛，表示有大人进去嘛，表示有大人进去嘛。这个就安全了嘛？那他的愿景好，华晨基金点头合作，长单收购新加坡中医骨科专，迎接广大的解封，啊，最主要是怎么样？他在天津的旗舰店，在天津跟北京那里开始开店，哇，那南宫我雄厚是亏一星，他拿到健保医保拿到医保，哇，这个市场很大，这个市场非常的大，哦，资保医保执照下来的话，哇，那不得了，这户。人家说互联网叫医联网，这个就是大学光，类似大学光。我那一天跟你讲大学光第二，
这个是我股票都讲在前面的哈。大学光当初也是这样子，沿路的大涨到300多块，它怎么涨？大学光有眼科医院大放光彩，人讲上好谈钱，第一卖兵，第二做医生，热天要搞卖兵，过来就做医生，对不？这个都是有我讲的，这个都有资料来源，哦，什么时报几月几号的，我都有做资料的整理给大家看，这就是怎么样要负责任，这个都是有负责任的讲解。这种股票就是你不能买太多啊，就买了就把它放着，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一档股票放着，可以涨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你要不要放？大学光涨几倍？涨八倍？涨十倍？放个一两年涨十倍啊？你们可以多谈。投资朋友说这个哦，或许时间比较快、比较早，但是股票我买期货也是这样啊，90块两毛买到现在啊，我下个单元再讲啊。内行人看门道，外行人看热闹。二低一高，黄金法则，获利稳定，被低估的股票，我们要迈向成功，一定要坚守亚当理论操作十大原则。这十大原则你把握住了，你就 OK 了，对不对？最强的战队从技术面切入，从技术面切入，每天有2000档股票，你怎么找？对不对？啊，还要再做隔日冲、三日冲追求绩效、长期绩效，怎么找？找 AI 金头脑决策系统，这个是地表最强的获利神器。我敢这样讲，快、很准。我中沙就是从那边找出来的，3443也是从这边找出来的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下个单元我们来介绍这个所谓的股圣之道，就是大赚小赔，不是稳赚不赔的方法，就是好的软体，让你能够节省你找股票的时间，然后有每天天出标股。你看昨天的标股，天天出标股，今天马上涨停板，有没有看到？天天有标股啊！这种好东西，你不要买它，还买什么？你们去买那个几流的那种，连那个手机 Android 也不能用，那个什么什么都不能下载啊！你买那什么什么鸟神系统，还三线三多翻红，现在还在做空，那狗屁！现在还怎么空呢？那个东西都是落后指标。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摩尔坚持用心选股，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，从大盘技术面、基本面到筹码面，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。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，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，唯有摩尔名闻遐迩。Do you want more? Welcome to more. 欢迎来电02-2394-6168 2394-6168。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，中沙涨停板的。根据我们 AI 金头脑所选出来的，昨天进场的中沙涨停板，麻烦打波照这边。现在投资朋友看一下，工二会员现在是1点钟，中沙1560涨停板，三个族群有买这一档股票，中沙涨停板，特别会员也有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我们就是这样赚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买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要有证据。所以我拿我的手机是最好的证据了。我手机所显示出来就是我每天给会员用的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你看，我有没有预创出一半？有没有看到？这是前几天的，我预创出一半，这个都是给大家参考。那我用了我自己啊，基于几十年的经验。指标方面都是落后的，
我也认为说亚当理论的作者威尔斯，他亚当理论提出了亚当理论，这个亚当理论呢、啊，他是 RSI 的发明者哦。你们常看到这个有 RKD 对不对？有 RSI， 这个发明者他放弃的这个指标，他认为说他没有趋势可言，他只是短线获利的方法而已。但是股票真的会赚钱是长线。亚当理论提出的亚当理论，这个理论，他是有人打电话给他，说我卖给你，美金一百万，你要不要来过来看看，看可以你再买，他再把它买下来，赔钱的部位绝不加码，不摊平。你有时候股票就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做不对马上停损出场，最多的停损点是10%，没去抓头部跟底部。市场会把它抓出来，保持你资金的弹性，操作不顺不妨休收手休息。哦，你做股票的目的在何在？是要赚钱，没有赚钱，其他都是假的，拢是假的。你讲你哇哦啊，老师你用股票赚钱想要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 AI 金头脑决策系统地表最强的获利神器，这个就可以从这边找出来的这一档股票，刚才我所讲的这个所谓的。刚才所讲的这个最强的这一档股票，昨天就出来了，前几天就出来了，我拿给大家看一下。他昨天特别强调，又是一个买点。这是台积电的设备厂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买进的信号出来了，5月25号早上10:30，137块，对不对？今天26号。来买进到现在，这就是信号，是不是？这种股票就是这样出来的，我们就是这样出来的，来出来涨停板，对不对？这是铁的事实啊，铁的事实啊！来，再来我看看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 AI 金头脑的潜力跟威力。哦，像他这个也就是说，可以帮你找出很好的股票出来，哦，比如说这一档叫做旗宏，旗宏我老早就买了，这一次的买点在107块，哦，104.5块，对不对？5月17号，他出现这档 TVC 老早就有了，现在已经出场了，这一档叫做 TVC 老早就买了。你们那时候没有，他这个老早就已经建立了，在已经出场了，这种股票已经出场了，获利已经出场了。同志也一样，在这里买的，就是5月18号157块早上10点买的，现在182块。我很多都是根据这些，包括华兴也一样，来，华兴的买点出现在5月19号37.05块早上，下午的一点钟。看看这边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好股尽在我们的 AI 金头脑决策系统，地表最强的获利神器。这几天叫的，今天就涨停板。我们是在这一天股票出现买点，在这一天，昨天可以加码点，今天是涨停板。来的是时候，来的真巧，来的。正好叫做快、很准。我们昨天买进的这个8261也是一样，昨天除夕，你看一样，除夕之前就已经有买进的信号，是109块。我说我买108块。这有一个除息掉下来，现在是117块。有没有看到？最高到118，你参加除息的人今天已经添息了6块钱，6块钱。我昨天因为有些人，我们有参加除钱除息。然后有些人不愿意参加，我昨天带他进去买103.5，收完盘113，赔5毛。今天还不错，最高到118，
现买现赚，这是系统出来的智能决策系统，快很准，快很准。我一档一档的跟大家讲，所以你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如果你不能利先，你有好的工具，股票2000多档，上市柜，你看这边有几档就知道。这里有1100档，这里有890几档，加起来都2000档。啊，2000档，你股票要一天天天去查，查不到啊！你能够找到这种吗？不见得个，找到你也不敢买呢。昨天打下来带量啊，叫原理来讲，这个大量收黑了，今天开低走高挂了啦，结果涨停板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给大家印证了嘛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选好股票，好股票尽在我们的 AI 金头脑里面。为什么这一套我是根据亚当理论去设计的？包括我的经验，我们不是用指标，你用指标你看不出来，你们用的是指标都是落后指标。当指标买进，你们才买；当指标卖出，你们才卖，都是已经前面扣十八，后面扣十八，已经扣28。按当然讲，现在去吃中科，现在能够吃中科吗？吃能够吗？你最好的希望是今天买，明天涨，最好是涨停板。涨停板也是不可期待的嘛，不小心涨停板的嘛。我买股票都是这样，不小心涨停板呐、啊。以前我在买奇隆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都是不小心，奇隆很早就出现买点，我也跟你讲啊。我长线操作，根据这个来做，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愉快，不用烦恼。制胜之道，大赚小赔，不是稳赚不赔。我的软体该卖就卖，10%一定停损，一定停损。哦，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给你看，你们那时候最喜欢的这个亚诺啊，你们那时候最喜欢的这个是轰动一时的亚诺啊，你看，你们那时候最喜欢的，我们那时候是30几块叫买，赚一倍再来空，现在还在空，涨不动，涨不动就是涨不动，那边平滑叫做涨不动。对不对？涨不动，涨不动，这个获利已经获利，现在获利第三趟了，已经获利第三趟了。亲爱投资朋友，这叫做什么？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股市制胜之道就是大赚小赔，就是怎么样，快、很准。偏偏有标股，标股尽在 AI 金头脑决策系统，地表最强的获利神器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你需要真的是需要有这个可以公益善其事，利必先利其器，花小钱能够赚大钱，不贵，不贵，真的，你一参加那个很贵的也选不出这种股票来啦。我跟你讲，这一套跟别的不一样，我这一套是最新用先进的 AI 大数据去算出来的，准确率我不敢讲，一定100%，我不敢讲。10拿9稳8胜赚就够了，大赚小赔不是稳赚不赔就够了。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想要赚钱的投资朋友，欢迎你来加入我们 AI 金头脑决策系统，地表最强的神器。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，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